大家好，现在快过年了，亲戚家抓一条他的香猪了，他的香猪很漂亮了，现在我们抓一条当年猪用。我们家那一条好像怀孕了，如果把公猪杀了，太不厚道了，让他多繁殖点出来。我们现在搞一下兄弟家的来杀就好了。你看那条猪比竹鼠还小，猪小猪好小，你看小猪它会吃东西的哦，跑得很快的，我差点都没抓到它，把它放了啊，叫得好惨的，就叫的就像我等一下就把它做成烤乳猪一样，叫的那么惨、啊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你想吃？你看这个狗，它想吃这个，它也想吃烤乳猪。走，去走，嘿。来老弟，这条应该。不要怕，那么小，我不吃你的，我放个大的来吃。太行了，好太行了！哎呀，来、哎、狗，兄弟家的狗下了七条小狗，三条白的，四条黑的。你看这个四眼狗来的公的，好重啊！拿一下。这个是母的，这条也是母的，黑狗，跟他妈一样的，太小了，再长大一点给叫兄弟搞两条给我们，现在太小了养不了。哇，这里一栏都是，现在冬天都晒过了。啊啊我们用那个三轮车把它运出去。现在好像生无可恋了。最后一顿他吃了一米粒，他在这里，你看他还有獠牙的、哦、乖，没事的，那个刀很快的，一下子就好了、哦、这是公的，很快的，没事。看一下这个猪毛，应该可以了。掏干净了也是白的。那个香猪杀好了，
白白胖胖的，很长条啊。等一下我们拿回去拖了，拿回去把它劈开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